今天出门看个电影，所以今天就是 outfit。因为电影比较冷，所以自己搭配了一根真丝的羊绒围巾，色系一变，搭配就变了。带了一点小小的银饰，然后呢，配上一个埃及风的一个大包，去呼应这个真丝的羊绒围巾。好，来。色系一变，搭配全面，然后一件衣服有非常非常多的搭配方法。我觉得做女人挺好的，因为每天你可以换着心情的打扮自己，改变自己的搭配，每一天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你。那根据物理学，人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分裂出10万个我，所以的话，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很有趣的啊。好不好看？走了，看电影去了，又不会冷，对吧？电影院里边，嗯。